大家好，我叫大岛佑辉，今天我会谈论如何现在蛋白粉。但是我是日本的大学生，我的中文水平不好，所以请用越南的言行看看。最流行的类型、最常见的类型是乳清蛋白。今天我会谈论乳清蛋白，是 whey protein。为了进之前，我发了一张照片。首先，乳清蛋白质来自牛奶的蛋白质，这个，所以乳清蛋白中用三种蛋白质：whey concentrate、whey isolate、whey hydrolysate。在中文中，你是否同意牛乳清浓缩液？乳清分离液、乳清水解液的翻译，这个是最便宜的，这是很高的，这是中等的。为什么？让考虑一下原因，就是，就是过滤器。从上面脱落的牛奶将被分解成各种营养素。蛋白质、蛋黄、脂质等各种钙等，请相信这种方式。会 concentrate 在通过这个过滤器没有太多分解，因此脂质和碳水，因此脂质和 carbohydrate。碳水化合物，碳水化合物含量比其他量重要多。由于蛋白质相对的价格便宜，Next，接下来才是 white isolate。white isolate 和大半剂称得为 90% 或更高的蛋白质，被称为 whey isolate。因此，建议那些想要控制血脂的和胆固醇的人。最后，它是 whey hydrolysate，这些 whey isolate 蛋白质更是蛋白的蛋白质，吸收速度快。是有热的，然而这比其他蛋白质更昂贵，所以我认为会 concentrate 或会 isolate 就足够了。今天我将在这里解释，如果你有如何因为和意见，请发表评论。谢谢你们看，收你你们收看。请你们按在订阅，拜拜。